Chinese Foreign Ministry spokesman Zhao Lijian responded to an AFP journalist's malicious question speculating that China is turning a blind eye to the civilian casualties in Ukraine, while trying to disassociate U.S. as the culprit of crisis from it. 美国作为乌克兰危机的始作俑者，为什么美国人一直在对中国进行污蔑抹黑，而不是去反思一下美北约一味东扩造成的欧洲安全困境？为什么美方没有倾听包括基辛格在内的那些专家关于乌克兰不应成为东西方对抗前哨的呼吁？为什么美国不去反省自身在乌克兰煽风点火后旋即隔岸观火的虚伪行径？你们欧洲人没想一想吗？美国人有本事搞北约东扩，为什么他们不派兵去支持乌克兰人民呢？你们没有忘记吧？美国是第一批从乌克兰撤出平民和使领馆人员的。就算是美国知道俄乌冲突，你们想没想过，美国不会为乌克兰死一个士兵呢？作为一个欧洲的媒体，你们反思没有反思，为什么欧洲会沦为战场，会沦为大国博弈的竞技场？为什么乌克兰会沦为大国博弈的棋子和牺牲品呢？作为欧洲的主要的通讯社，你们这些记者是不是也应该去问一问美方？美方最不应该做的就是像中国这样一个非当事方大泼脏水。美国这种卑劣行径恰恰暴露了美方做贼心虚的心理，祸水东引的祸心，和他们借乌克兰危机渔利的真实意图。